我，我咧叫你，你有听到无？你莫甲我一个人等咧，你会较紧张的，你有讲过，你莫甲我的手牵一世人，你会做个狗啊？是啊，爸，咱蒋家国需要你，我甲佳佳还袂结婚。 你唔是你希望能够去抱孙，不论你等你真心啊！爸，做啥我大汉，你就是我的偶像。不管有啥物代志，都无法度甲你拍好倒；若无啥物代志，会让互你惊。我相信这个，你万万要放心好，对无？再困了。有啥物话？ 你紧讲，郑坤嘛，你还赶紧醒起来啊！你袂当你就离开咧，你还对我负责。虽然我已经知影，你不是我的后生，你是爹的爸爸，也不过我袂想起你的。是啊，爸，你心内一定有遗憾的。 我也不知影咱两个人过去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，我嘛不知影什么怨恨。啊，不过你即摆若是离开，我会怨叹你一世人。我骂你嘞，你啥都不用，你是袂让我想起过去，甲过去的一切，你都做过什么代志都无发生是无？你讲啊！ 心跳较快啊，无好讲价啊呢。啊，刚刚爸爸阿姨讲的话，真正有效哦。花弟，有效无效，阁是看嘛就知影嘛。阿姨，紧来啊，紧继续讲，继续骂，搞不好讲你话爱伊啊，无你头发跳跳的，真正会白起来啊啦。郑坤嘛，你一定要好起来呢。我这两天的头壳已经愈来愈清楚啊。 我敢那会，敢那会当慢慢啊，甲你想起来安尼。你一定要等我，我知你是一个足有责任感的人，你有听到无？爸爸，你真正要想起来？是啊，我最近我慢慢啊感觉，我敢那要想着困某。郑坤嘛。 我若是甲你想起来，你从一个时阵离开，啊，你是不是阁想害我一届？你已经想害我足侪届了呢，你袂当阁想害我啦！咱这个有钱，爸爸啦，你想起来干哪？你是希望看我对你创啥？咱这么阁做伙是啥物意思啊？我是希望咱阁莫当好起来啊！蔡玉茹，我知影我讲这话。 你会无爽快啦！啊，不过我一定要甲你辞困难的感情，我讲的是真心话，我心内的遗憾，我讲给伊听。爆了，马赛！ 你讲袂着，你跟气起来啊！公公，妈，你是个查甫人呢，你哪会当哭？你较早，你搁甲人做老母啊？我常常甲人冤家相拍呢，迄大家人拢惊你呢。你哭，安尼会看哩？虽然你对不起我。 啊，不过你对我的感情是真心的，只是可惜咱两个实在生活，所以我并无怪你啊。你着回去你的家庭啊，安尼对咱三个人拢好。刚刚你讲因较早的代志呢？我。
我嘛是安尼感觉呢。但是伊根本就袂记你爸。大伯啦，是毋是想起困无？就记你过去的代志啊。我敢若想起来，我拄则讲的话，是我较早跟困某讲的。我当初时离开的时阵，迄个画面阁清清楚楚出现伫我面头前。你是想起全部，还是敢若想起迄段？我想起来啊，我拢都想起来啊。当初时我是伫个舞厅想想困觉的。然后，你常常带我去海边啊、约会、四处佚佗。后来有我有心啊，我才知影伊是一个有家庭的人。后来我甲爹爹说落了后，我就交予房主啊。我这个代志我记得清清楚楚啊。阿玲哥，阿爸伊心跳快啊！拢恢复安尼，爸人的心跳，他快要拢恢复啊，安尼无问题啊。别搁走！你想要来了啊？我敢无应该抓你？你把阮爸拄到重伤，你犯罪啊，都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。想起嘛真好笑的。少年的时阵，我嘛想过要甲你白头偕老，我把我上珍贵的日子拢给你啊。就是希望有一天会当牵你的手走到最后，想袂到今仔日，所以让你用手去扛起来。这一切拢是你的偏执造成。过去你爱我疼你的，放弃我的家庭，即摆你阁因为我都接受，咱的感情已经过去，阁伤害阮爸。你过去伤害咱的感情。即马去伤害一个人，你伫感情上一直真自私，就是你的自私，把我杀到愈来愈，到最后，阁想要杀人。我是警察，爱维护社会公理，所以你要为着你的错误付出代价。记得讲，伊冤魂拢是我造成的。我今日有代志多，咱全家该无少欠啊。我甲我顶世讲，是我让你走的。不过我安尼做，不是认为你拄则讲的有道理，是我希望能够给你一次机会。是啥物意思？过去，不管是你，是阮爸。也是阮妈所做一切，拢就是是为咱好。不过遐个做法，煞予咱搁较痛苦。过去，阮爸爱你离开，在你心内挂一刀，所以阮爸决定用予你拄的迄刀来嫌欠你的账。那是阮妈。
伊唔甘，你心内予人挂一刀，迄个感情一点拢无好，所以希望我用好好对待你，予你的伤会慢慢的恢复。唔过，上重要的是我。这段时间，我哩无好好想清楚，为什么你会行到今仔日这步？我家己向前行，不过当年受伤的人是你，你是予人别个才分开的，我无去想到你会伤我遐疼。听到无法度把我放下，想要回去过去迄个时阵。不过拄才我看到你的目屎，我了解。是的，这下是的，要了上万啊。不过，是我上诚心的道歉，希望会用化解你心内中的怨恨。当年，也是因为我不够勇敢，真正就是嘞。我今麦愿为你做的，都是希望你能去自首，能减轻你家己的罪行。我希望咱的恩怨到这就结束了。从今以后，咱互相都无亏欠。别走。戴比给我放走，就变成渎职。伊的顶司可能会改处分，伊嘛为着这件代志良心不安。你是安怎会来？你是超高伊来看我画落票，要来气笑我的哦？不是，是爹咪甲我讲，伊刚好有看到你，所以我来看一下。吴家秀，我即马就证明给你看，我有爱爹咪。爹咪，你讲伊咬你起来，我要自首，是我伤害张坤茂的。你即马就要自首？无唔对，因为我爱你。我无想要害你去予恁顶死为难。正经，不管我安怎抹黑你，拢无法度改变你想要做一个好警察的想法。今仔日若是放我走，你就变成一个无负责任的警察啦。那安尼，你一定会有一段足长的时间无法度面对你家己。所以我要自首，证明我是伤害你。我你自首，唔是你证明你有爱我，是爱你好好反省。你走。紧走！妈哎，我要自首！你想做变来变去，阁无要了我？敢讲你要害我去用通缉，让法官判阁较重的罪啊？不是，我拄则都讲啊，我是想要化解你心内中的怨恨，嘛希望你嘛能彻底放下咱的感情。那是自首，是你对我爱证明，那呢，这有啥物意义啊？啊，不过我是罪犯，今仔日你若是放我走，我真有可能反悔。死到你是明仔替恁爸讨回公道啊！华德伯，我看你得接受，让伊自首。是啊，赶紧把我抓起来。吴家秀，我比你更爱德伯，我会当为着伊自首，放弃自由，这是你一世人拢无法度做到到的代志。你带我走，你个手免放落来，自首免就手铐。吴家秀，你输啊！为着 David， 我会当牺牲我的人生。是，我认输。
你呀、啊，哼，我本来就是娘的，我早就跟你讲过，我比你更爱 David。